热情的拉丁肚皮舞，性感妩媚的亚历山大及街头风舞蹈，丰富精彩的表演吸引台下观众目光。蒂卡中东肚皮舞蹈团是由一群热爱肚皮舞的朋友所组成，此次特地选在镇长咖啡时间举行户外师生成果发表，就是希望带给民众截然不同的视觉飨宴。这一次在南港演出应该算是蒂卡比较长久以来第一次在户外的演出，那我希望在埔里的民众能够觉得说肚皮舞其实要学并不难，它是非常亲民的一个舞蹈。那对这个舞蹈来讲呢，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跳，而且我们最特殊的是一个妈妈带了三个小孩子亲子班。舞团致力于中东埃及及古典风的传承，团员们年龄层分布从8岁到60岁，除了有年轻的妹妹以外，还有不少辣妈，甚至有一家四口共同来学习的。所有团员们轮番上场表演，表现得可圈可点，感觉很棒啊！就是除了处理证明来参观都很棒，让你自己可以比较健康，比较快乐，很高兴。然后家人还有同事都有来，然后鼓励蛮大的，会很紧张，比如说在练习的舞步，然后要展现给大家看，然后对自己会期待说要表现得好，然后就会要求自己。丰富活泼的脸部表情与肢体动作，团员们的自信让他们在台上发光发亮。议员许亚干表示，肚皮舞是展现身体律动的舞蹈，不受年龄限制，也鼓励有兴趣的民众可以一起来学习。这个时代是一个很开放的时代，以健康运动这为目的，跳舞也可以，除了我自己可以得到身体的健康，还可以交到朋友，跳红环的时候还可以带给人很好的这个视觉感官的享受。镇长周玉雄也上台秀了一小段舞技同乐，他表示借由镇长咖啡时间，除了拉近与民众间的距离，也行销在地咖啡产业，并且也提供表演的平台，欢迎各个社团及团体能够善加利用。民意新闻侯以伦埔里采访报道。